首次进站了，我是刚刚列车上的113号4月2号。中环车站时间是22:22，左邻八招将北回向到花莲了。甲三线起左两边，我看看是。对，甲三线起左两边是韩志强啊，2424，左邻八招将北。甲三线九两边很强，大家说以后你要练好铁性，以后你要练好铁性，三千不断没做，以后要只拉三千没做，差不多，但你要练好你的铁性，这椅子真的不好，真的不好，这样压有厚度。然后声音太小了，20:20。第三门，22左邻八车前往北回线，然后花莲的第二三千系九辆编制横直向在松山双方站已经关闭车门了，准备起，拜拜，再见。一个月了是吧，然后只剩下这个月，大家就多多记录吧，拜拜，再见了，三天行未来，对，感谢你的付出，这样，然后 PP 也超过那里改造一次一次，譬如发车中三天好，超过 PP 这条好，然后两种世代交列车就可能这一台会成为历史，这一台会重新弄然后服务，这样因为毕竟它有结果的验证，好，感谢大家，再见，拜拜，我一试一试，好，姐姐晚安，拜拜，上班加油，对啊，你再帮我问他，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应该知道吗？他有 P T 的账号啊，他有跟你讲吗？他是没有跟我讲，但我昨天有听我同事说，哦，相信会被骂吗？有啊，就是说照片外的。对，其实也还好，你看他进来，大家不是都跟着拍？对啊，你前对啊，只是早知道晚知道而已。好像差不多6月吧，快快的，已经很慢了哎，原本3月。不会很多吗？60，哎呀，我忘记了。可是你不觉得那个车子，然后这样牵那个客车很大吗？很赞哎，很赞吗？新时代哎，对啊，没有啊，柴电好像牵货列。台电都是，而且不会牵客车，不会啦，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都电车电气化都已经，可以看啊，是电头会啦，东芝那些还会，啊瑞士台电头不会，它只有牵货的，好，拜拜拜，再见，一次一次哦，7:58用三千号操作第一次哦，来上来上来，准备驶离。期待今年引进的彩电盒，时间19分，10:20，拜拜。两个字再见，拜拜。PP101号再见，拜拜。